这次我们出发广州，三个女生，一个男的都没有啊！一会儿让你看看我的神秘嘉宾都有谁。一个是二徒弟高明的小师妹，一个是我亲弟妹。记住我们冰天雪地的河南。下了飞机，看到这一幕，咔咔感动。哥，人家穿的是短袖，刚才过去的那个，咱们人家都是短袖，咱们穿的是大棉袄加大棉裤。对，那都是短袖，不然这棉袄里边还套的咋上来。Hello， 姐妹们，我们现在已经到广州了。来到广州第一件事就是给大家送礼物。所有的姐妹们都知道完美思康，它可以让干性皮肤不再干，油性皮肤不再油，而且它可以淡化小黑黑，然后提亮肤色，能让我们的皮肤从里到外变得透亮。然后再就是有一些脸部松垮的姐妹们想长纹但是还没有长出来的，一定要用思康淡化小细纹，全脸紧致。重要的一点啊，敏感性肌肤也可以用，敏感性肌肤用完之后皮肤会不再敏敏。然后这一天视频里面我们将抽取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，抽取十个人送完美思康套盒，这是2023年最后一次了，姐妹们，马上都到2024年了。这次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我们的思康抽送的这十个人里面，思康的正装面霜，思康的正装面霜也给大家带上去。下一篇视频里面会送十盒面膜，所以说想要思康的姐妹就在这一篇视频里面点直播预告，点赞加评论。如果想要面膜的情况下，下一篇视频里边点直播预告，点赞加评论。OK。